点了，点吧。哎，往后都退退啊！没事吧？不好意思。过来，没点着。啊，没事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呢？这是，结婚呢？ 谁这个时间结婚？估计是新搬过来的，放鞭炮庆祝。爸，我不敢。这女孩好蠢，长得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干嘛？我实话实说啊，放个鞭炮有什么可怕的？哎呀，女孩就是不一样。我小时候就喜欢放鞭炮。拿好了啊。嗯。